巨阳星系八大行星按物理性质可以分为两组，一类为类地行星，体积小、密度大、自转速度慢、卫星较少，有辰星、明星、蓝星和萤星；另一类为类木行星，体积大、密度小、自转速度快、卫星较多，有岁星、振星、白巨星和蓝巨星。呵呵，哈迪，胖达说他想出了一个陀螺星玩法，要我们参观完后去找他，别打岔。巨阳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而我们的蓝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围绕着巨阳旋转，在旋转中经历时代的变迁。哇，虚幻宇宙好神奇呀！哎呀，你干嘛？来嘛，我都答应胖达了。今天参观天文馆的作业，我还没想好怎么做呢。哎呀，就一会儿，你看他已经到了。哎，好吧。你们终于来了。你说的新招是什么？我要一个打你们两个。别吹牛了，胖达，我还有事儿，别闹了。我是认真的，我已经打遍花桥街无敌手了，就差你们两个。哎，好吧，快点吧，让我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大口气。鹰眼雄狮，高楼外一骑绝尘。切，看我的！只有点气势，那就给他压下去。赤炎神龙，冲啊！飞龙在天，韩月，我来帮你。被拦截了，烈牙战神，乘胜追击。神分雷咆哮，出来吧，高龙卫！神龙摆尾。一下子就，贺爹，贺爹，你傻了？怎么样，服气了吗？我想到了，胖达，谢谢了。
他怎么了？输了还这么高兴？不知道。胖达，你刚才这招双手发射很厉害嘛，教教我吧。没问题。多亏了胖达的提醒，我要用陀螺来完成这次的作业。我们已经连续看到好几张巨阳星系的画了，那接下来有没有同学想出别的方式来表现巨阳星系呢？我有。哈迪同学，那你上来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业。哈迪拿个陀螺干什么？不知道。哦，哈迪，你怎么玩起陀螺了？我手中的可不只是陀螺，我接下来会用它们来模拟巨阳星系中的恒星和行星的运行轨迹。大家看，刚龙位的陀尖是圆点的，它的防御力很强，转动特别稳定，能够在一个点稳定自转，就像巨阳一样。作为巨阳星系里稳定的恒星，它无私地向宇宙散发着光和热。接下来是围绕巨阳最近的三大行星，我给这三个陀螺安装的陀尖都是攻击力强却又能稳定围着中心旋转的平面圆形陀尖。大家看好了，这是辰星。明星。最后就是我们的蓝星了。哇，它们真的都在绕着巨阳转哦。蓝星离巨阳不远不近，转得不快不慢，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才会有了我们人类。最后一个庞类陀螺使用的陀尖是圆点，你们看，它能够一直围着赤炎神龙旋转，就像我们蓝星唯一的卫星巨轮围着蓝星旋转，一颗天体都会自转和公转，看上去好像没什么规律，可宇宙的奥秘就藏在旋转之中。好厉害，真是太棒了。大家安静静一静，哈迪的作业大家喜欢吗？喜欢。我好想看后面的银星、振星还有碎星，怎么没有了？我哪有那么多陀螺呀。我没有啊。天哪，同学们，你们呀玩也要玩得有意义，就像哈迪同学这样。知道吗？知道了。哈迪，刚才你用陀螺画巨阳星系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看好了，这是巨阳，这是辰星，行了，我知道了。嘿嘿，明星好了，蓝星也转起来了。蓝星外面是什么星啊？银星。哇，这就是巨阳星系啊，有意思吧？好想看看巨阳星系外面是什么样子啊。只有航天员能去探索吧，很难哦。很难吗？哈，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什么？星系对对碰。
这是我的苍岩雄狮星系，让你的钢龙卫星系看看我的厉害。苍岩雄狮星系加油哦！上啊，给我冲！唐雷，绝不可轻易认输啊！苍岩雄狮星系大发神威，撞飞他们！你只剩下最后一个陀螺了，哼，这也不代表我输了。看我的彗星钢龙卫！什么？太好了，这就是我的彗星。哼，没用的，我这边可是有四颗星。我们上钢龙卫。原级绝刃王，苍岩雄狮，赤炎神龙，给我冲！苍穹碎星，糟糕，服气了吧？他的轨迹可是变幻莫测的椭圆形，随时可以击倒出现在他轨迹上的行星哦。宇宙如此浩瀚，终有一天我会成为航天员，飞向无边的宇宙。现在坐在里面的就是你们的哈迪学长，你们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当上了宇航员吗？他有一次用这个玩具模拟了巨阳星系，这是他富有想象力的作业。同学们，我们要像哈迪那样将想象力化作前进的动力，好不好？好。宇宙，我来了。